家好，保牙、保音、保笑容，我是三宝牙医，一起照顾你的口腔健康。我现在在的是新加坡这次 ITI 大会的会场，上面这个Strowman 很大的 logo， 那上面这边会写，Strowman， 它已经70年了。它是瑞士制造的品牌，所以我们先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是 ITI。这次的主题是 ITI 的大会啊，这次大会办的是 ITI。ITI 是国际植牙团体 ，International Team of Implant， 专注于植牙方面的研究与探讨。它主要合作的植体就是这个 Strowman。它已经有70年的历史，因为我们做医疗方面的讲究的是什么？讲究的是实证，所以 ITI 里面有很多的实证，就是专门研究植体怎么放、怎么做、怎么补骨，啊，什么时候植牙可以受力，它有自己的概念，我们叫 ITI 的概念，它有已经超过10本以上的概念，我们图片。会放，所以在我们植牙的医师里面的学习 ，ITI 的概念是 gold standard， 也就是所有大家各大学者研究一起探讨，他们都会在 ITI 里面去整理、去总结说，说你植牙放了要等多久才是最好的、最安全的它有很多的文献。来探讨这个部分，所以 ITI 是最资深的，全世界第一个专门研究植牙的，怎么做才能用最久，怎么做才能让植牙长治久安，而他现在唯一的合作的植体就是 Strowman， 也就是我们背后看到的这个植体。就是我们今年开始使用，虽然我植牙已经很久了，可是我们也是今年开始采用ITI 的植体，所以你会发现说这个植体是全世界最好、最棒的因为它主要的所有的设计都是有实证、医学在设计所以以它的现在的植体的特色是什么？因为植牙要跟骨头做整合，植牙要跟骨头做整合，什么意思？骨头要跟植牙连接在一起，才可以稳固这个牙齿。所以在植牙植进去的时候，骨头会不会长？这些的表面处理。都是由这个Strowman瑞士团队在领导全世界的植体，他首创的 SLA 的表面处理，也是现在在全世界所有植体的标准。全世界所有植体就是每一家植体都在说他有 SLA， 那 SLA 是谁发明？就是这个Strowman，就是这个Strowman的植体，好。就是，可是它已经过专利了20年了，所以它已经过专利了，所以大家都在模仿它的植体，表面设计。所以过了20年之后呢，它的新的专利是 SLA Active， 多了 Active 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影片所看到的。我们植体拿到它是唯一现在全世界唯一里面怎样放在水里面的，我们称为水植体，也是全世界最第一个做出水植体的厂商因为我们知道植体这种东西一放在水里就好像我们人体一样，放在什么放在口水里，放在血液里面，它可以快速的让骨头、骨细胞长进去，所以它是第一个做出水植体的，也是领导全世界的，
这个能加速骨头的整合，所以 SL Active 是他们主打的对象，所以以全世界现在公认骨整合最好，因为它是有最多的什么文献支持，都是 ITI 学会他们一起共同探讨一起研究怎样做的植体是最好，所以以全世界的标准，全世界文献里面是戳门的植体也是最多的，所以说我们怎么做用的最好使用最久就不会坏就是他们家的好，所以如果你只是要需要一颗你想要用好一点的我们当然会首选是戳门，它这个品牌的植体的品牌也是最贵的，因为它是瑞士制造的。当然如果大家有去瑞士玩的时候，大家都知道瑞士的物价是非常高的，所以它的售价在台湾的售价里面也是最高的所以我们以前真的是比较难入手的原因，因为它的价格是非常高可是为了我们病人好，我们还是如果有病人有需要他要用好一点的，我们当然是首选这个戳门的植体它是最好用的最久强度最好，它的钛金属是钛锆金属，钛金属跟锆结合也是全世界唯一可以做出钛锆金属的植体，强度最好耐用最久，然后表面处理最好，什么都要最好，也就是植体界的劳斯莱斯。如果要形容的话，植体你要用好的植体的话，我们当然是首选戳门ITI 公认最好的植体就是戳门，也是 ITI 唯一合作的植体厂商就是戳门。所以大家如果要选择植体的话当然我们会建议以如果你的费用经济上考量不是太大的问题的话，如果想要用好的我们当然要选择戳门是首选当然还有一些小牌子啦可是这些牌子大家都在模仿的是谁？大家模仿的都是戳门，以它为概念，它怎么做大家学它怎么做所以当然它这几年也发展出很多其他周围相关的产品，例如什么？例如补骨那个牙周我们用的 Endogen Endogen 牙周再生，全世界用牙周再生最好的也是他们家做的当然他也做其他相关的一些产品例如什么？例如 O-ON 也可以用他们家的植体，他们最近也有出比较长的植体以及相关的配件全口 O-ON 4也是他们家也有在做，然后一些数位设计他们也开始做一些云端的数位设计啊，美学啊， DSD 的软体甚至我们背后看到的在植牙相方面的用 AR 来做牙医学生的训练的植体操作，我们也有影片放给大家所以这次最大在 ITI 里面最大的会场就是他们的主场，就是戳门大概就占了三分之一以上的摊位因为这是他们办的，当然还有其他的小摊位我们之后会放另外再介绍所以也谢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要选择植体的话你想要用好一点的，当然我们首选就是戳门瑞士全世界 ITI 里面公认最好最优秀的植体就是戳门 OK 谢谢欢迎大家按赞订阅分享，谢谢，拜拜。